90年代，林豆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张罕见的留影。照片中的她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，身姿优雅，她的目光非常柔和。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洗尽铅华后，依然沉淀着那份独特的优雅。她的笑容透露出淡淡的温暖，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一段属于她的故事。